Yeah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劍舞学弟李川峰，我是劍舞学弟姚明瑞。现在进我们最喜欢的有奖征答时间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请问文崇最不喜欢哪个学长？什么？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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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有奖征答，我们有神秘大奖，我们倒数三二一哦。蚊子最不喜欢哪个学长？王子豪。二一。王子豪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我们。获得我们的神秘大奖海报一张。来，第二题，剑中热舞谁有幸出演过《冰原历险记》？大家，三、二、一，举手。陈耀华，陈耀华，陈耀华。谢谢那边一个海报，谢谢。被截图了。然后第三个问题哦，自己很难哦。剑中热舞，谁能背出台北公车的所有路线？声音比较大声，那你声音大声。我还没数，我还没数，我还没数。哦，这样，三、二、1.6循环。太糟糕了！一，太剑王，啊，剑吓死我了！哦，就是这位，恭喜你获得我们的海报一张。好，下一题，谁是剑中肉颜值担当又会打篮球？然后呢？然后都收不到社费，他都收不到社费。王子豪，王子豪，有吗？好，都收不到社费。我想听到正确的答案。大家装什么的？装什么的？这一团，哇 ！OK， 这边再一个，谢谢。然后第五个问题，请问剑舞三一，谁最爱惜自己的锁骨？蔡文祥。还有谁？我怎么没有锁骨？我怎么没有锁骨啊？三、二、拍。一，王子豪，吴玉玲，吴玉玲，吴玉玲，王子豪，这边有一个，好，那你就有一个海报，恭喜这位再次获得我们的海报一张。来，最后一题哦，请问就是那个剑舞32届，就是哪，就31届，就是哪个那个学长，就是讲话最后一节吧？廖王宗。我好像有听到答案，我好像有听到答案哦。哪里？这边吗？什么什么学长？什么什么秉睿的？什么什么 ？OK OK， 那边有一个海报，谢谢，恭喜。陈秉睿，恭喜，好。陈秉睿，陈秉睿，秉睿啊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欢迎剑中热舞所带来的 Urban 信。Mission completed.
I will